Hey guys, welcome to Action Studio.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我们的勇者之塔。然后我不太清楚E他现在在干嘛。我要把那个堵起来。好，他想做一个类似像城墙的地方吧。泥土不够啦。好，很好，泥土不够啦。然后作者好像在巴上有更新某个一小部分的东西。那当然我们就同步更新。那其实好像没什么变了。那带过来之后，游戏就变这样啊，难度一样也是中等。嗯，之后我们上次挑战到25，我不想再下去，我觉得那个下面有点可怕。然后现在要准备挑战第26层 ，Are you ready？ 嗯，那准备开始。然后上次撞，然后全部去了之后就连个衣服都没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哦，史莱姆，等等等，有猪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猪也要打吗？我觉得先不要打猪好了，它看起来就蛮挺可爱的，看起来就不是那种哎。我觉得，我们先不要砍僵尸啊！你砍了，你找死了。我砍到了吗？对啊，你看全部都追杀你。你看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哎呦，你的城墙有用啊？没用啊，破掉啦，城墙破掉啦。为什么会破？没有，我是被弓箭手射下来的，没事。哦，弓箭手不过来。哎呀，谁射我？啊，好痛哦！好痛，痛死了！天啊！哎呀！来，谁射我？王八蛋！对，就是，好像我一直被史莱姆打。哦，有人会射我，这边。欸、我是半颗星，我、欸、我记得我这次、欸、我记得我这次看我没有开 PVP， 所以你应该不会再误砍到我了吧？啊、嗯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血量有两条啊？到底？对啊，他作者中有用，如果是用中等的话，他会免费给你再多一条。啊，不对，不是多一条血。可是上次我只有一条血啊。嗯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现在发现有两种金苹果？莫名其妙。好像带入版本之后就好像怪怪的东西出现了，管它的不重要。我刚刚得到了一本，哦不对，是有尖刺二哦，有尖刺二哦，看你要不要，我丢在这边。Hello， 你别抛，你不要那东西了吗？我有。我刚刚吸到一把钻石，黄金剑。等一下，我要把我泥土。奇怪，为什么有两组精力？莫名其妙。我觉得好像发现档案带过来之后，就直接带进游戏，然后就怪怪的。好吧，算了，好像错乱。对，有点错乱的 feel 哎，档案都有点奇，都东西怪怪的。好吧，不重要，应该不影响我们继续玩游戏。Let's go。哦，要爬梯子。嗯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爬不上来了。你已经训练多年，相信你一定可以。你看，耶、yeah, ，你成功了，你应该很感谢。不会像上次卡了10分钟，东西好可疑哦！你看这里，凹一个洞，对啊，看起来是超猥亵的。好，准备开始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喷的贴着。你知道我还没放我的城墙吗？那你可以快一点吗？来不及了。弓箭手啊，对面好多啊！好多！我好像射到猪了，糟了，我觉得我快去了。别过来！啊！还好有击退的效果，有可怕啊！别！啊！叽叽！我被扣除经验值了。我打到猪了，打到猪了！我被扣除经验值了。啊！哦，好险！快吸经验球！你要不要捡一点剑啊？有吗？他有喷吗？剑士？没有，就是插在石头上的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防弹衫哦，你要不要？哇塞，要！那给你。我先把东西洗一洗。好吧，那我先放着，等你需要再叫我。哪里？这里，快！防弹衫。你踩的这个压力板好像是这个好像指令方块，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。没关系，它上面写什么？注意上层为 boss 哎、欸。什么？注意上层为 boss， 请准备挑战。好 ，Let's go 啦！你知道我等下上去要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喝瓶回复药水。你错了，我要先附魔。好的。
防弹是防具对不对？对啊，防弹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好可爱啊、哦！它被关在里面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有东西开起来的时候，就要马上砍它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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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看，你快点啊！它好可爱啊！哪里哪里、啊？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 boss。真的吗？对，看着就超变态。有两边，有两边，它是两边的。等一下，我要盖我的堡垒，等一下。好好好好，那给你盖堡垒，开始呗。你看，你看。那是小僵尸吗？对不起，好像是猪诶、欸，猪僵尸，然后它是小只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好可爱哦、喔。然后它带着一把钻石剑，然后带着、小只子，然后它的那它好像有戴头盔哦、喔，不是、啊，好像是戴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。我知道啊，我要站上去，就这样决定。好，我也要，我觉得这样颇酷的。Ready go。啊啊啊！我的身高最高就这样子啊、没办法。我也是。那我要发射弓箭喽。好，请。啊！我的药水。哦，我不死。好吧，算嘞。一二。哎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打他会反弹？等等，那个猪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啊，他有他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过来，好可怕。哎呦！等一下，砍他也会受伤哎。好贱，好贱！因为他要反弹吧？对，他要反弹。我在射他，等于在射我。哦。哎呦，他在那边跳。哎，是只有一只吗？还是另外一边？另外一边好像也有。那我要去杀另外一边的吗？可是你是近距离。哎呦，他终于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去围殴那只吧。哦，我觉得我生命有点危险，我还是先黑。来。哦，为什么他先找我？为什么 ？Why？哎，我没有射箭。呵，我们刚刚应该拿泥土把他们困住才对。啊，去了，哎，终于，哎，easy 啊 ，so easy 啊。那天我好像说看到后面有什么啊？哎，等等，这什么？第29层 ，the ending， 感谢你的游玩。What the？ 哪里啊？哎。这边啊，你看，不是，神秘瓦哥，什么？骗人的！啊，无杀！骗人的！我以为什么都没了，站旁边，站角落，快点，站角落！那按钮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怎么会？哎，啊，我刚按了一个按钮。不对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的手机在响，好呗，手机在响，你赶快站角落干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听不到，我下面哪里？好，啊，等一下，我射到你了啦，我记得我有关 PVP 啊，是我给他开起来。哇哦！等一下，我姐姐打给我，砍死他！等，哪里呀、啊？为什么会一直有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好像有点隐藏关卡，你知道？嗯，所以不该打开那个宝箱吗？我刚开那个宝箱。对啊，你一开宝箱就启动开关了。啊，可是那边没有宝箱以外的东西可以按，不是？对啊，哎呦，出现了大僵尸。我们可以用粘土把那地方堵起来。我还想要把那个嘞，我还想要把那个什么，就是它里面那个蛋给拿掉，它这样就不会生怪了。它都不能拿发射器了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按按钮啊？可是应该是要找东西吧，找看有没有什么按钮。我觉得是要找到对的按钮。找。我帮你砍怪好了，帮你砍怪。你去按按钮，我帮你砍怪。哎、欸，找到按钮了。哎，不对。啊，喂，可是我确定我按下按钮了。啊，你处于焚火中。等一下，你那边有一个按钮，这边有一个按钮，哎。哪里？这边很多按钮，好吗？你后面。哎，过关了，快了快闪！然后呢？没有梯子啊。等一下，我放错边了。拜拜。
我觉得这一关应该是、欸、你有射到我，你确定你没有开 PVP 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记得我是关掉的，还是我嗯，好吧，算了。因为他说我是被你烧死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也觉得很好奇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好呗，我们就这样做，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哎、欸，那，你这边要录吗？有啊，我录啦。你说、啊、你说买卖的地方哦、喔，我觉得我们就跳过呗。好，你就先暂停我的电话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就继续玩呗。嗯，你在烧铁？烧好了。好的，嗯，好，刚刚的是钻，怎么？钻石还没挖起来。那你应该快挖。我要去买棒棒啊！你有棒棒吗？我不要，我把那个棒棒丢了，因为我觉得它没啥用。哎、好了、哎，我们把装备全面提升，然后花了不少的精力啊，可爱的精力都喷光了。好了，没了。没有棒棒啦，挖不起来嘛。为什么要棒棒？奇怪什么？哎哦。因为我要做铁，我要做铁镐啊！哎、欸，你看这一关就超有 feel， 感觉上就是一个非常利于我们攻击的地方呀。Yeah. 等一下，穿衣服，哎、欸，穿衣服快速键是什么啊 ？Shoot 呀 ，Shoot！ 不是啊，你骗我、啊欸！对啊，是 Shoot 没错，你看你戴上了、啊。我一个一个按上去。好呗。好了没？好了，这是岩浆吗 ？What the？ 哎、是的啊，你的东西挖完了吗？啊，暂时挖不起来啊，没有铁镐。啊，你不是在烧铁？有啊，可是我没有棒棒做铁镐啊。好呗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说。等等，你也要棒棒？我记得我有棒棒，我没有棒棒。你跟我说你没有棒棒。好，我真的没有棒棒，你不能骂我，我真的没棒棒。好脏！为什么有人会用火？哇，有人会用火。哇！居然还有小猪！哇哦！耶 ！Oh my god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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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乱的画面，我什么都看不见呢。我觉得这一关才是 boss 关吧。Hello， 有人吗？哎，岩浆不 ，no 呀，我的话 ，why， 爸爸 ，why， 不要，别，我要去了。好，没事。哎，到我。哎，我觉得装备耗掉速度超快的。我好像一直被火喷到哎、欸！奇怪，其他怪嘞？好多小的史莱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岩浆史莱姆。熔岩啊！好累。哦，我发现我才一场我就把那个装备的那个耐久已经弄到快要没了。真的吗？我再来看看我的。哎、这是因为掉岩浆的关系。哎、没了吗？也是啊，有掉烈焰感哦。有。哎、等一下，我怎么碰到岩浆了？搜索一下有没有？我泥土。我这边还有18个泥土。哎、有那个吗？快冲了！箱子呢？楼上有，这边有。我说你刚刚有没有拿？没有吧？快上来哟！等一下上去，然后我们先盖一个堡垒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泥土。岩浆。你这样子，他们还是弓箭手还是射箭？但总不可能被近距离的砍到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还有没有？我没了。我觉得我们要留一个，我们应该是要留底下角角的地方打吧，打他们脚。好哦。我这边刚好那个一开始的那个铲子，我也是，然后我就把上面补起来。OK， 然后再挖掉。好，哎，真的超有效率的，根本好了吗？我碰不到开关了。开始了，快躲起来！哇，可以这样犯规吗？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是蜘蛛。蜘蛛。没有用，多少有弓箭手好吗？有弓箭手，蜘蛛蛮好打的。哎、等一下，我被火蜘蛛会爬起来，然后你知道吗？这些怪物的攻击啊，全部都是不是爬在下面，就是飞在空中，所以根本我觉得这个防御没有用。有吗？还好啦，至少大史莱姆。
打不太到字，我就是啊。你看啊，等一下，你不要，我看不见，为什么都看不见？我也是。你脚下。为什么你怎么打到史莱姆的？好强！然后我现在我什么都看不见啊。我也是啊。好大。那史莱姆怎么打的？好厉害哦。就直接射他啊，不然呢？哦，你可以射他，打不到。还有最多吗？有很多，而且外面更多史莱姆。史莱姆还好啦。我需要得到一个耐久的道具，因为我武器快坏掉了。啊，那我死来了！很多只啊！哎，请问现在的作者做地图都是这么喜欢做打怪吗？不觉得？你是说你不觉得他应该他很没创意吗？对啊，就是好烦哦！但因为被那个留言骂，说什么不会玩又爱抱怨。哎、欸，你看，经验神这边有一只超那个的过分。哦，你被带到岩浆里了，真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有射到。有水坑哎、欸，他人真好。嗯。打不到啊，打不到啊，超累的。小的呢，在下面，在脚边，在你脚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干嘛？里面了，他掉水里面了。哦，他死了。哎、欸，拿箱子，拿箱子。哦，我超累。耶、yeah! ！有什么？我没有梯子嘞。有，我有梯子。嗯，换你摆。欸、你要剑石？我剩五个，剑石就免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他下面的有一个卖场有卖，之前有卖那个无限的。哦、oh.。花了好像30-40精力本。他只给你两个，原来你的楼梯是这样子，先在上面放一个，然后后面就不要放了。哎、欸，这一关看起来很智慧。请将物品放在压令板上，只要放上特定的数目的物品就会成功过关。不过，当你放上越多物品在压令板上，就会有越多怪物出现。你看有没有？每一关都要扯到打怪，何必呢？为什么？我讨厌打怪物。那我们就只好慢慢丢呗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怪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才放一个哎、欸。哇，你为什么要先放呢？你为什么？他不是说如果放太多就会有怪要出来？放越多会越多怪。对，我只放一个，他就嗯，你知道。他放越多越多啊，所以你只要有放一点，他就等于变多了一点，那他就当然会有。等一下，你让我把堡垒做好，我要先喝回去。下雨了。对啊，哦，怎样？又有怪要冒出来了吗？耶，没有。可是他并没有啊。有冒出来，冒出来，这么可怕？你那边还有东西可以丢吗？他要丢什么？他有说要丢什么吗？没有，他没有指定，反正连衣服都可以丢了。那我就把我的杂物丢一丢啊。哎、欸，他掉了钻，他掉了金剑、欸，我们可以把金剑拿来丢。丢就好。我没有说要经历耶。哎、嗯、哎、欸欸，他跳出来。哦，好像没什么反应。嗯。哎、欸，我有鹅卵石啊，就鹅卵石嘛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又要开下一关了。哇、嗯。对啊，下一关又要来了。我已经准备好弓箭了。等等啊，别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、啊、我按到附魔？我按到风台。我发射！对，我管了，完了，新的经验值。等一下，这个泥土是你放的没？是的，失败的堡垒、嗯。好的。刚刚没看到。等一下，怎么又有好像火车的声音？不要吓我。我的、嗯、还不够。真的没有开门吗？还没开啊！我要丢泥土了。我要丢那个，反正就是把它丢到那个全亮就好了，狂丢狂丢狂丢再丢，怎么全亮啊？有什么东西在丢？还少两个，然后怪物又要冒出来、啊再来一个，
再来一个啊！我可以把食物手册丢进去吗？啊！有人在打我，小白，小白，我来了，来，有没有看到箭矢在帮你射？我在哪？我在哪？人家没有射中，哦，吓死我！看我不怎么丢，哦，唱片可以丢。唱片丢了，至少要吸回来。嗯，那，快丢！那，因为五分钟之后它就会不见。我把基本手册丢掉了。Q， 好，没反应，换我。啊！我吸到了。你看 ，IM 飞来了。嗨，剑员，我们在录影。你在录什么、啊？勇者之堂。哦。不行，我的泥土要保存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过关之后再吸回来。怎么还是不够？哎，全亮了啊！门口没有开 ，What？ 可能还要吧，那我就把它去。我不在，我也这样子，我就不懂了。明明都。